现在做一个轻撩头发的姿势啊，做的优雅自然一点。 OK 好，手放下来，拜托，我已经拍了80张你的手，你手不是普通难看，出马。 你笑起来不是普通的难看的吗？你现在骑上摩托车，然后甩头，瞧你，漂亮漂亮 ，OK OK， 好。 忍耐一下，我待会带牛奶给你喝啊，乖。 对不起，妈咪，我迟到了。我知道提拉提出去是不对的。 所以不听妈咪的话就会得到惩罚。起初是拉提不听控制，狂性大发，把我摔下马来，然后我就到处找他，又跌进了一个池塘里，喝了几口脏水，最后还有一批劣狗追着我叫。今天被我自己搞得一团糟，我保证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 我很抱歉。
夫人今天进食。啊，今天是忏悔日。堂叔，我实在是饿呆了。色量能够完全控制的话，再给我充分的时间，我会把它拍得更好。我会把它拍成谜一样的女人，充满了梦幻，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对象。珠宝姐姐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啊，这女的八成是从我家里下凡。嘿，你还真古啊，那古老的古啊，什么时代了还仙女？每天都那么早吃晚餐啊，我半夜常常都会饿醒。堂叔晚安。雪儿，你每天吃过晚餐之后都跑出去，你在做些什么？我没有做什么，我只是饭后散散步而已啊。是吗？堂叔，你看着我从小长大，你知道我不会做什么坏事的啊。好事坏事由夫人来论定。常叔，你千万不能去告诉妈咪哦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要理你了。常叔，我的好常叔，我知道你不会打小报告的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嘛，常叔？喂，常叔。娟儿。10点钟，夫人会出忏悔室。10点钟，我记得。谢啦。哦，来来来，喝点牛奶，来。是啊，哦，可怜的小东西哦，你妈咪呢？她不要你啦，啊？还是你们走丢了？嗯，我妈咪从来就不准我养猫养狗的，你呀可要安分一点，给我乖乖待在房里，不准乱跑，更不要像刚刚那样乱叫，要不然我可保不住你，我妈咪很凶的。今天啊，算你走运，我们两个都走运，碰上妈咪一个月一次的忏悔日。你知道什么是忏悔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每个月的这一天啊，他总是躲在那个房间里，一天不吃不喝，没任何人进去。到了晚上出来的时候啊，眼睛总是红红的。妈咪啊，本来就不爱笑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她的脸色更难看。除了常叔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我记得啊，小时候我问过一次，哎，你猜怎么样？我被罚跪了一天，还要写1000遍的，我绝不靠近忏悔室，我绝不靠近忏悔室。躲起来了，来，妈咪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现在去找我妈咪，晚安。我不要乱叫啊。从下午等到现在，我知道。妈，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跟同学啊，在图书馆讨论功课，忘了时间。害你饿着了吧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读书要紧嘛。饿了吧？妈给你预备好了你最爱吃的东西。嗯，妈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嗯，我们去好好的吃一顿，今天换西餐好不好？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学校里头功课重，读书又那么辛苦。营养还是要注意啊，不要太节省了。妈赚的钱够供你。嗯，来，妈，来，走。妈妈，很好吃的吗？谢谢。多吃一点。妈，你自己吃嘛。够了。嗯，妈。
还是给我拿好了，这样不好吃。别担心我了。去放这。小丽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学位？学位就快啦，妈。那是我最盼望的一天。你学成归国，我们永远永远就不再分开了。妈，等我拿到文凭，我就回台湾伺候你一辈子。真的？你不骗我？嗯。这些年，妈总算是熬过去了。你看看我的手，我的手跟采瓜皮一样的厚，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怨过一次。我心里有个希望。就是我每次给你洗一次衣服，我就觉得你更一次接近你的承诺，也接近我们母女的团圆。我这越洗越勤快。妈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快点吃好不好？嗯。明天早上留在房里，不准出门。是，妈咪。烂车破车，
车，只要他们再回来的话，你就大叫，我进去收拾几遍，然后我们一起上餐馆，明白吗？报道。
送菜去。小丽。小流氓，今天赶走了，明天还会再上门的。你一天不戒赌，早晚走不掉的。爸，你再这样赌下去，别说是餐馆，我跟天宝都会被你给输掉了。爹，阿祖，我陪天帝出去散散心，您看店，别再出去了。什么？你积雪可以擦掉了吧？哦。啊。哎哎哎，干嘛撅着嘴啊？我煞风景。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个餐馆，沾上赌。什么都完了，唐叔也没别的消遣，对他也不能太苛求。他说，在这里的中国人，就好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，除了工作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寄托？所以说，也只好沉迷于在赌桌上，暂时忘掉现实。你为什么不劝唐叔回台湾去发展呢？他手艺很好。我也提过啊，可是他一听到台湾就很烦，很害怕的样子，我也不敢再多次的劝他了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烦恼了。今天本大摄影师免费替你们拍个照，好吧？来来来来。哎，姐，我们来拍照。哎，对呀。说不定将来相机还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对啊，好来来，要我免费。
你的模特。来了，过来了，来，臭爸，把你拉过来。好好，来来来，来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啊，来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哎，来，田里推一点，推一点，推一点，带来那个水比较好看一点。哎，对，哎，推，推呀，推，是吧？推推推推推。推推走啊！你干嘛老是跟着我？我没有啊。那是我跟着你了。啊，不是你跟着我，是我。也不是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拍你一组照片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把你的芳名还有联络地址告诉我，可不可以？方便。来，哎，小姐。你想拍照的话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好不好？
不起，我罪有应得。打你个小鬼呀！干什么？你我姐过生日，礼物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赶快先用起来。擦干，要感冒了。哦。婷婷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还记我生日。哎，拆开呀！这可是我费了一番心血才买回来的。心血吗？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小狗狗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下午有一个傻不愣登的大男孩一直追着我，他好好玩哎。原来你每天晚上出去做大善人。常叔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饭店经理告诉我，有个台湾来的老太婆，神志不大清楚，一住就是十几天。你不但替她付了饭钱、房钱，还叫她妈。夫人知道这件事情不大好吧？啊，这个我会跟妈咪解释的。您看到了，我认罪，我不应该又捡野狗回来，我应该让他在外面饿死冻死，我应该。我看见什么？你没看到什么？常叔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谢谢你，常叔，谢谢。那是什么？我的，我是说这不是我穿的，我是拿来包狗垫它的窝的。Thank you.
吃饭钱，也被我耍性格还给那个矿香蕉。雪儿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景象？晶莹剔透的夜明珠又隐藏了什么秘密呢？痴心的钟石是否能与心目中的梦幻公主雪儿再度相逢呢？只是说不说的出口。